加速吧，乘着风向前冲，我的座驾，来吧快出发，拼搏吧，去面对那挑战，从不惧怕。 Say no， 有你在身旁，并在继续闯，风驰电掣乘风破浪，燃烧着热情，开走吧理想，对手全甩掉，向前冲，向前冲，驰骋赛场，赢下每一次冲锋较量，加速度这气势不可挡，超越自己从不彷徨，金粟梦在心中闪着光，向前冲，心情明红，向前冲，小英雄。看到机器人如此齐心协力做早餐，大家又如此齐心协力吃早餐，真是让我感到安。喂，云云，怎么了？一大早的无精打采。不合口味吗？来试试我新发明的混合动力套餐。新奇鲜能够营养，就像燃点车队。还是看我的吧，独家秘方营养面条，亲切暖胃足够饱，就像超星车队。选我的吧，还是选我的吧。选我的，选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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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呀，我不知道，不要逼我选择。云云，你是不是还有些地方想不通？想不通？车手只要坐上赛车就不会有烦恼，去练习场想通就好了。没错，星航，去跟云云跑一跑吧。好。不吃完早餐哪都不能去哦。云云，云云，注意来车，不然很容易撞上。我知道，抱歉。新航的圈速慢了好多，云云的车子性能则损耗过快。这两人明显的不在状态。云云，小心！星恒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这简直是在开碰碰车啊！为什么他们今天会一点也不配合？那是因为没有恶狼在追赶他们。那就让我来做那只恶狼吧。云云，我不会让你走入歧途的。雷鸣大叔，请交给我吧。什么？我相信你也察觉到了云云的问题，但逼迫过度保护并不能让他成长。我和蜘蛛侠一路走来也有过低谷，但我们都会无条件互相支持，所以超星车队一贯的精神就是共同进退。以前和蜘蛛侠是，现在跟云云也会是，我会让他自己做出选择。哦，星航，你成熟了，真正成为车队的支柱了。星航，不愧是我儿子，一会儿请你吃雪糕。是你自己想吃吧。云云，遵从你自己的内心，先用你最想跑的方法去吧。
好的，行航，谢谢你。虽然云云只是个完美跑法的新手，但想纠正过来也不容易。云云，你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自己路线的跑法，总感觉是想跟对手鱼死网破。可是比赛不就是为了赢吗？我觉得这种跑法可以大大提升我的优势。你这种横行霸道的跑法过于危险了，明白吗？那就把距离拉开。可是云云，如果是这样的你，也不可能跟队友配合了。适合我。云云，到底怎么做才能让你明白，团队的配合才是最强的后盾呢？不行，光靠星航一个人还是很难纠正云云。不三不四，接下来你们上。明白，交给我们吧。啊，他们也成了车手？哎，这不是我们之前用过的遥控车吗？没错，但不三不四把他们改成自动驾驶了。2.0版无人自动驾驶，不但有普通竞技模式，而且有狂暴模式。那当然是狂暴模式了。这是自动赛车？没错，它收集了大量赛车数据，接近完美跑法。接下来就让你见识一下被同样的完美跑法压制是什么感受。我才不会输给自动驾驶。太厉害了，单凭云云一个人是无法突破的。让我星航，你先坐山观虎斗吧。懂了。那不就是你的跑法吗？云云，完美跑法过于霸道，对于落后者来说，没有团队配合，根本没有赢的可能。我不信。超进化，爆裂冲锋！星航，他一直在后面保护着我。是你来帮我。没事，只要你还在这里，就是我的搭档。搭档？咦，星航这是怎么了？星航，云云，冲啊！快冲啊！金牌是我的。在超星车队，我们虽然有过吵闹，不服。更多都是开心的回忆。星航，雷鸣大叔，我想清楚了，我不会离开超星车队的。云云，你一直是我们的优秀车手。我和星哥可不会输给他。来吧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绝望。自动赛车，十倍狂暴模式。太离谱了，这自动赛车是什么动力啊？怎么看都是作弊了。
你们是要认输了吗？怎么可能？竟敢拒绝火虎大姐的好意，不识好歹。原来你是火虎的人，嘿嘿，我是炼狐的人，幸会幸会。同道中人呢，嘿嘿嘿，我们一起去给那个云云一点教训吧。嘿嘿嘿，你们在这里听墙讲，我是不是也应该给你们点教训呢？不过呢，只要你们把笔记都给我放下，不教训也行。还有，告诉电狐，我今天做的都是为他好，希望他在黄金赛突破自己吧。真的不是作弊吗？完全追不上啊！我已经怀疑自己车手的实力了。嘿，这可是我们的秘密发明，我们的自动赛车天下无敌。别瞎吹了，自动赛车没有车手，也不用维持车手的设备，所以重量特别轻，自然就跑得快了。好了好了，今天累坏了，明天休息吧。不，明天继续，我们一定要超过他。好吧。我的快递。这不是燃点车队的队服吗？怎么被剪烂了？难道火虎他？对不起，火虎姐姐，我辜负了你。打起精神来，等你跑进了决赛，再跟他道歉吧。欢迎各位观众来到黄金级别的最后一场比赛，让我们先看一眼当前排位赛的结果。从排位赛结果可以得知，今天的比赛将会非比寻常的激烈。怎么还是这么紧张兮兮的？你们排位赛已经成功把电狐和青狼切割开了，也算是成功了一小半了。但电狐依然占据甘位。接着。看到没？别担心，接下来的比赛你们保持这样的。雷鸣大叔在说什么？雷鸣大叔在说什么？他借我们摸一下棋。摸棋？好啊！快摸一下，肯定旗开得胜。我是叫你们保持默契呀！别担心，我们的对手也不轻松。青狼，今天比赛你盯紧云云，至于星航，就交给我吧。明白。不过我们昨天去侦查的又被封鹤。哼，没关系，难不成我们还能输？师父，无论能不能突破你的难题，我都要漂亮的赢得比赛。看，那不是秦风吗？没错，就是他，和星航一样来自东大陆的车手。车手们都已准备就绪，到底谁会赢得总决赛的入场券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哼，很有气势呢，但拥有甘位的我，你真的能追得上吗？
比赛即将开始，让我们一起齐心协力。一号碗是我的。没错，你们真棒，我只要保持绝对优势，这场比赛还是稳赢。好快，这就被电弧甩开了，不能被它甩太远，想缩短距离只能飞坡了。是有点进步。云云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星航，我在努力往前冲呢，也安心跟紧电弧吧。好，我在前面等着你。今天我的任务就是盯紧你，别急，才刚开始呢。我必须尽快摆脱他追上星航才行。哎，从同一侧进攻，这是什么新战术啊？兔三变，你想干什么？这是我的位置。反正遇到电弧都会出局，当然是把垫底背锅位置留给你了。不会让你得逞。什么？你还有你，电弧说的没错，你们就是喜欢窝里斗。一场事故令排名发生不少变化，失去得力队友的电弧还能领跑到结束吗？速度还不错，紧咬在后等待时机。哼，你是在学我吗？我绝不会让你干扰到星航。鞭炮，帮个忙！好嘞。云云被围攻了，我必须去帮他。不愧是超星车队，如此重视队友。不过我可要跑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再这样与热浪车队纠缠下去，电弧都要给你们写感谢信了。新策略，先回来换胎。收到。为什么突然就进站了？超星车队首先进站换胎，这可是非常大胆的策略。不行了，超星车队换的新轮胎，我们拼不过。那我们也进站吧。超星车队利用轮胎优势快速超过热浪车队，形成二对一的局面，电弧压力非常大。一个新轮胎而已，就想拿下我？超星车队这行云流水般的配合，默契十足啊！哎，明明没听到他们说话，却配合得这么好。哼，这就是默契啊。电弧，你会怎么应对呢？
是南大陆三强之一，想钻他的空子真难。你做得很棒。嗯，果然没了亲王的辅助，变得吃力了。什么南大陆三杰，什么竞速之狐，没有了情报支持，就是瞎眼狐狸。不断的搜集情报，说白了，哎呀，就是不敢冒险，胆小谨慎。别人身后，等摸清底细再出手。就连不参加排位赛，末位发车制造压力，也不过是怕输为自己找借口罢了。师父，我明白了，我要战胜的便是我自己。车队注意，我要换胎。哼，电虎，看来你是想通了。星航，你也回来换胎。云云，挡住后车。是的。雷鸣大叔，为什么不趁机夺取头位？我不能让你用旧胎对抗电虎的新胎啊。星航，既然我们都重新出发，来最后决战吧。电狐的跑法变得激进了。这是蜕变后的新电狐，能不能赢下来就看你们的默契了。换胎后，电狐爆发出惊人的速度，一路领先。最后一个弯道，是时候分出胜负了。既然你走内线抢角度，那我就走外线抢速度吧。计划爆裂冲锋，哼，无光掠影，超星车队以总分打败迷雾车队，成功进入总决赛。冒险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不过这次比拼让我找回失去已久的激情，感谢你们。星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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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奇怪，自从猪猪侠离开后，星航可就好久没有做出过这么出色的表现。师父。什么？师父？谁呀？彩友们。